教官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家庭星月的王艺锦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喜欢你》。教官们，啊，教练，教官们，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有军训的那是啊，对不起，我再说一次。教练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家庭星月的王艺锦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喜欢你》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恋人落也当作春意。哇，好甜，好甜啊！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碰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大教练，这是什么？大教练不行了。我们都以为他那个歌就是展现不了他的优势，没想到他唱完之后所有人都很喜欢。那肯定是开心的，最有代表着自己命运的感觉。说实话，我从录到现在为止，这是我就是醒了，不是醒了，就是看完了以后，你知道有那种心里有点感觉的那种，就是嘣嘣嘣那种，嘣嘣嘣。对，确实是唱得非常好，然后个人风格特别强，歌选的也非常，就是跟气质很相符。谢谢教练。